的粉丝好，小编现在呢正在国道一号刚过泰安休息站往三义的方向，然后目前呢行车的状况是这样子，因为今天有所谓的豪大雨，很多地方都淹水了，然后呢我们的公司的同事呢正在开车，然后我现在在拍摄这个路段，哎呦闪电呢，好可怕哦，对，头一次遇到就是这么大的雨势在高速公路上，所以要行经此路段的民众呢要特别的注意安全，然后慢慢开，对。